这是多少年没回四川啊？有25、26年了吧。25、26年啊。回到四川什么感觉？这个见到亲人了，我现在就是你记忆里面的四川是怎么样？记忆里面说的，我觉得我那挺小的，我那个裙子。重庆两个字吗？不是他们是重庆的，真的是重庆的，对对对。